第三个信心，深信散乱成迷，又为成佛种子，何况一心不乱，安得不生净土？这信心呢？净土应是什么？信、愿、行，就这三个字。你真正相信，有极乐世界。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。真有，我真想去。我想往生的这个念头，真是恳切，巴不得现在就去。常常放在心上，不是别的，就是向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像孩子想父母一样。特别遭遇困难。求父母帮助。用这种心情来求生净土。欧益大师告诉我们，具足信愿，往生极乐世界的因就有了。能不能往生，全靠信愿之有。那念佛呢？品位高下，是念佛功夫的前身。不是念多少，功夫的前身。什么叫身呢？万缘放下就身。什么叫前呢？还夹杂着很多妄念，这就前。也换一句话说，对这个世间放不下的功夫就不深，彻底放下了，这人功夫深了。功夫深，往生品位高。功夫浅，往生品位低。至诚心，真心。深念，那个功夫都是深。散乱心，夹杂着妄想杂念。一天念上20个小时也不算深。它掺杂。所以要真要纯。没有怀疑，决定的深，这些人。第四是果。身心净土。诸善聚会，皆从念舍念佛三昧得生。这都是事实真相啊！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无论是同居土、方便土、十宝土，极乐世界非常特殊，我们这个世界所普，释迦牟尼佛的宝土，同居方便，方便就是四圣法界，同居是六道，十宝就是华藏，不在一起。用科学的话说，它不是一个空间维持，我们见不到啊。也许他们能见到我们，我们见不到他。
啊，高位置的人能看到下面，下面看不到上面。极乐世界不然，确实有三杯酒瓶，有四徒，啊，但是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同一个空间位置。啊，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，就常常看见观音世子。啊，他们是住十八土，常常看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他们住方便土地，几乎都生活在一起。啊，生活在一起，好啊！这些比我们高的人，我们有了困难。可以向他请教啊！啊，他是我们的学长，他会很有耐心教我们。啊，我们有好老师，阿弥陀佛，十方诸佛是我们的老师，诸上善人是我们的同学。这样学习的环境到哪里去找？啊，你都要相信。啊，佛菩萨不欺骗人，真相信。啊，那么这些人通通是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。